上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就是昨天卡特日姆吉根曼他没有废话说的，他所讲的就是开始真实明镜，叫圣妙吉祥真实明镜。真实明镜常常很少，他弟子所念那个就是真实明镜，他念完了都是诵，不是诵，他念是一直藏文的了，咱们汉文的有真实明镜，说这是密宗的教典，教典。妙吉祥菩萨就是过，就是那文殊师利，文殊师利，他加个圣，圣妙吉祥。那圣妙吉祥菩萨所在的这个五台山。一叫清凉宝山，黄金成就的，遍地一到这个季节，遍地的满山都是黄花，黄花佛，表现一种金黄色儿。那些地上的菩萨，看着五台山，金色世界，黄金成就的。有一万菩萨每天昼夜不停地舀清凉。我们打个千圣斋，四千多人感觉很多了，要一万个菩萨该好多。我们见到了吗？另外说，你所见到的哪个不是文殊师利啊？都是妙吉祥菩萨所示现的，一山一石一草一木，你做入室观吧，都是妙吉祥菩萨。真实明经讲，文殊大智，般若一空，纯粹是般若的密意。咱们金刚经讲是显义，真实明镜是密义，有很多咒，他昨天念了很多咒，意思就是加持，加持，加持么？与会的大众消灾免难，把这个所有的过去的许愿，所现的境界，把它转为清净智慧。般若的妙字，应该说五台山的依报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依报。为什么我们到金色世界里头看见还是石头啊？在我们在那儿修这个打千圣斋修铺砖的时候，我就想每一块砖都是金砖，把它转为接黄金为地嘛，金砖铺的，真是金砖，大家拿不动，铺的没那么快，那好重啊。一切法就是意念，意念，遇到什么境界，看你的惯例如何，你怎么想的。现在我们这几百人个个想的不同，因为在这医报上啊，
不可能怎么讲。说我们这个房子我们把它怎么讲啊，看见房子啊，这房子有一个玻璃灯啊，啊，有一个水泥啊，刷上粉了，刷上什么这个。很简单吧。但是它怎么成就的，怎么建立的，怎么设想的。所以这上讲，咱们讲华藏世界也如是啊。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是当初毗卢遮那佛他怎么发愿的，他怎么发心的，他这发心怎么做的，现在没讲究去讲他的发心，因为他的怎么发心才有这个华藏世界这个形式的不同。但我们愿因之果，我们现在是讲的华藏世界怎么成就的，这是毗卢遮那，这个境界他怎么形成，我们是没办法说的，是普贤菩萨说的。这个华藏世界的成就是普贤菩萨讲的。所以普贤菩萨在这个偈颂说得很清楚，说你看的如何是随你的业，这个世界是光明的，是骗住的，光明没有实体的啊，能够骗住一切处是因为说形容它是空的，空的，空的就是性体上是空的。因为毗卢遮那的因修成的，像这毗卢遮那世界上这些诸大菩萨的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就是性空由缘起而建立的，建立的。但是呢，他感召的是风力呀、最底下是风力把它持的，咱们前头讲了怎么持的，风没有实体的，而风的力量可特别大。四大种风是在底下持的，因为风力持，风轮上的是火轮，火轮上的是水轮，水轮上的才是地轮，风力无动摇，无动摇，就是它装底下支持的力量。所以地表上所有的都是佛藏摩尼普遍严实庄严的，因为佛在因地修行时候他的愿力是清净的，说感这个华藏世界的果德也是清净的。这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摩尼宝妙庄严所严实的，怎么有这些个庄严品呢？佛的愿力故，往昔毗卢遮那的愿力而成就的。这个愿力没有实体的，咱发个愿说想要做个什么，这是愿力啊，是空的。但你愿力所成就的东西，以空成就的现象，空成的现象是缘起的，缘起还是它的体是什么呢？体是空的，说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就这个含义了。越是虚的东西力量越大，咱们的认识啊，因为空的就是没有了，就没有力量了，就是这是错误的。你发的愿，你心里所想的没有实体的，但是它能支持你这个肉体，你发了什么愿，你让你这个身体做什么，你身体就听你心里的指挥啊，
它随你愿力去做的，随你想象去做的。华藏寺的成就也如是。说这些个种种庄严海是坚固的，坚固的。那么光像云一样的满十方，就是把这个庄严海呀、是遍满的了。在这个世界内还有些个菩萨跟佛学习的菩萨，就是佛毗卢遮那的弟子，但是这是亲子常在佛身边的这些菩萨数字呢像云那么多，能够在这个世界处处的都去化度众生，就像那个佛的光明遍照什么，遍照这个世界的十方。光焰成轮妙华寺，法界周流没不遍，一切宝宗放净光，其光普照众生海，十方国度皆周遍，显令出苦向菩提，宝宗佛树等众生，宝宗现的诸佛呀，跟众生树相等的，从其毛孔出化形，每一个毛孔都是佛的化身，化的形象。梵主、帝释、轮王等，还有周围护法呀，那些护法，梵王天的天王啊，毗湿天天王啊，人间的轮王啊，还有一切闻法的众生，还有诸佛占座，光中所化现的像法界那么多，法界没得界限的，是心意念所成就的。对，光中演说诸佛名，光中说法，种种方便是调伏，所说的法呀，有调伏众生的烦恼，现了无穷无尽的方便法，这每一个众生说的法都不同。如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他解释的不同，佛说的法是一因，没有差别。每个众生心里都无量的欢喜，应和众生，没有尽的，无尽的说佛说法的含义啊，是无尽意，也对着一切众生，众生无尽故，佛说法也是无尽的。华藏世界所有尘，亦以尘中见法界。宝光现佛入云际，入此世如来力刹自在。佛的佛度，佛所的依傍是自在的。凡是华藏世界所有一个微尘，举一微尘，就是全体的法界。法呢是心，界的是界限，界由是升起意，界升起诸法，说心生一些诸法，心生的诸法没得界限的。这个道理深的咱不知道，或者不能理解。你想想你的这个妄心吧，你得想很多的妄想啊，这个妄想跟妄想里头有界限吗？你今天想家了，
想到北京去了，五台山跟北京没得界限的，那你想就想到了，没有界限你想不到的。意念无际限过，诸佛一切诸法也无界限。这形容这个是因为大愿力所成的愿海，所以愿云它周遍法界的，它在一切时候，一切劫就是一切时候，任何时都在化众生，因缘成熟了那一时化度众生，那因缘成熟了就是那个时候，劫就是时分啊，把那劫呀以后就把它降成时分，就是那一时。普贤菩萨对于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所有化导众生的，所以成就这个依报庄严的，普贤菩萨智慧都能成就了。普贤自地横，在到了普贤的这个他这个位置，他修行所得到的横门所成就的，与佛无二无别的，所有庄严从此出啊，就是从普贤横门出来。这说到普贤本身啊，因为这普三说的华藏世界，他是演说佛因地修行所成就的依报庄严的华藏世界，普贤菩萨都证得了，所以他才能演说。以下还把这个世界庄严海，这华藏世界的这个庄严海所南部的庄严都是些什么呢？轮回山呐、宝地呀、普遍一些刹海呀、香河呀、树林呐，这都是庄严，大概用这六种解释吧。一个用轮回山，周围的轮回山；一个说宝地，一个说普海，普海当中里头有香河，海中的香河啊，树林。总结这一切庄严，尔时普贤菩萨复告大众言。诸佛子啊，此华藏庄严世界海大轮为山，驻日诸王莲花之上。华藏世界海这个大轮为山，它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到一个莲花，这个莲花叫日诸王，住在这日中王上。旃檀摩尼以为其身，身指莲花啊，别指到人上去啊。莲花的身，咱看莲花瓣全体多少瓣所成就的，就莲花身。为得宝王以为其峰，就是莲花的高处。妙相摩尼而为其轮。莲花柱瓣的那个轮转，这都是燕藏金刚所成立的，一切香水流入其间，众宝为林，就是山林呢、树林呢。这个树林呢，林总要开出花，是妙花开敷。莲花当中呢有大地，这香草布满大地，每个地表上空隙之间就是明珠所庄严施的，地上还长了种种的香花，
处处盈满，自然解成个网罩，网罩，叫周罩摧佛。如是等，如是等，就上头所说这个庄严戒，有好多呢，有四界海微尘数，众妙庄严。这个形容词啊，形容四界海庄严是没法想到的。我们的观想力，这种境界像，我们从来没见过，不是今生没见过，你无量劫也没见过。等你成佛了，成到跟普贤菩萨更相等了，你才见着。那地面上是舟呢，就是遍法障，就是日诸王。日诸王是大地，这是所依的处所。但那近义华严呢，它叫依着莲花日宝王地住，这个地的名字叫莲花日宝王。这大地的名字叫莲花日宝王，为什么？咱们先说的是头莲花啊，这都在莲花里头呢。这个莲花比你生到极乐世界那莲花可大的多的多了，这是华藏世界呀。后头讲这头莲花呀，太大了。什么意念所想象不到的，只是难经上说了，难普贤王菩萨说的，我们就观想吧。除了这个莲花的大花，上头还有些个莲。这个莲花就是为这个做他所依的。这个莲花的叫什么呢？种种光明蕊，种种光明蕊，它的光焰成轮，咱这光线少了，还没成轮。光有个轮环，就光环，咱们经常说光环，那光环就叫轮呢，叫轮。这叫就是公众光明蕊相闯。在一切宝中所放的净光明啊，它都是以华为宝的，以华为做的实体的。那个珠轮之上那些珠王浮成为莲花，这是种花之成的种莲花。就是卢首诺佛做那个大莲花，那个莲花比这个莲花那就小了，因为它在华藏世界里头啊。他做的莲花一千页，一千页，一页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大画，叫应身，大画叫应身。咱经常说应化吧，应身跟化身不同的，报身的化，报身所实现的叫应身。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就叫化身，化身。其实大家读梵网经就知道了，那一朵莲花分了一千页，一页就是个应化应释迦牟尼佛，一个应佛它有千百亿，它的化身应化化身的释迦牟尼千百亿释迦。我说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释迦。那再收复回来华藏世界的这个莲花，华就是宝，
说莲花的花都是宝，所有这个莲花日宝王，他就像那个轮王的珠子一样的，就是一头莲花，这是莲花的总名，总莲花。那为什么要金刚呢？加金刚呢？金刚是表佛的德的，叫修德的。这两个加起来，说佛的字体圆满了，外边所现的六相圆满了，庄严的。这法身呢，这不是肉体啊，法身的总形是摩尼圆明，檀香芬佛，旃檀香放的，是佛修行的时候持戒清净，佛的戒德，戒德，带这些莲花形容着，有些三行，这些三行嘛，就是降伏一些呢，降伏住呢，三有轮，三有弯曲的地方，三有这挑出来的，三伏挑出毒风，这个呢成就三之缘，那是三所依止的。这是在形容华藏世界的啊，别把题目忘了，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就是见这个样子，形容它的体，另外别的体，这些山不是像这个山啊，大雨一冲就垮了，山体滑变，这山是金刚的，不会滑变的，它内里头含着光焰，整个的山都是光焰。世间是土啊石头啊砸烂的成为山的，这个不是，是金刚的，那叫金刚明。而是普贤菩萨欲从玄起意成佛的神力，观察十方而说颂言，世界大海无有边呐，宝轮清净种种色，所有的庄严尽奇妙，此要如来神力起。这是说三体相的庄严，说三体相的庄严，说三体的妙用，显佛的一正二报无奈。一即是正，一报就是正报，正报就是一报，一正二报。咱们不同啊，咱们一是一，正是正，咱住的处所，咱说一切工具，支撑的工具不是身体，身体也不是支撑的工具。佛一正一如，这些一报是佛的神力所成就的，佛的正报是法身，法身无体，无体过骗一切一正二报。在这个华藏世界的有边没有边呢？没有边，无边之边。还有别的世界呢？别的世界在体上说，在理上说没有差别，就是一个，在事上说各是各。因为我们现在五六百人，这五六千人，五六万人，五六十万，五六百万，无穷无尽的人，一个就是一个人，
这是总